开始，这个人在背后做了默默的付出。他是谁？我姓秦，我在这里不说他的名字，但是我由衷的感谢他，有他才有今天的这场晚会，谢谢。那么接下来交给我们的代表老师。谢谢大家，首先给大家鞠个躬。非常感谢刚才他说的那个人，我们心里都有数啊。为了他，真的就没有今天的鸟巢，尽管出现了各种意外。我们一块拍个照。